好，我是猫熊徐，周末愉快。今天汉密尔顿的天气非常之美好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。一会儿呢，我要去一个必去的景点之一，它叫 Hamilton Garden 汉密尔顿花园，它是这边最有名的一个植物园，是本地人特别爱去的地方没有之一。它里面呢会有一个园区叫做中国倡议园，一会儿主要就是要去找这一个园林，看看洋人老外做出来的中国园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吧。现在已经来到了入口，这个后面有一些指引，目前比如说什么巴洛克公园、太平洋公园，还有一些中世纪的古典公园，它都是关闭的一个状态。不过中国园区在上面并没有写，但它应该是开放的，那我们一起进去瞅一瞅吧。现在走了几个园区，其实发现它每一个小园小园之间都特别的小，就是你稍微转一个弯儿出一个区域就是一个新的园区。这个园区它是比较超现实主义，门呀里面的一些布置都特别大，怪物菱角的，是不是有点像是查理的巧克力工厂。Garden 后面是菜园子，走看一下每一种菜都叫个啥名字。有看到我背后的这一绺绺大葱吗？听说呀，这个葱烧海参在老外他们吃来，他们是只挑里面的葱而不吃里面的海参，所以大家如果想吃这种菜系呢，最好叫给你的洋人朋友一起去，特别划算。看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菜，就是洋人的菜，他们有一些实在是忒大了，我根本就不认识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它像是一株草一样，比我的脸还大。现在在的这个园区，它叫概念园区。但其实还是很概念的。我后边这一排都是小小的 Lemon Tree， 有没有听过那首歌？应该都是食用柠檬。再看一下这个植物是不是特别像我们的大葱啊？我之前有过一个去超市的视频，新西兰的超市有特别特别粗的那种，它看起来像葱，其实它是那种毛利大蒜苗。这个小格子里面都是我们的中国大葱。然后呢，这个园子是一个可持续的生态园，
看看这边应该是好多他们沤肥沤什么的地方。哇，惊现了一个好吓人的稻草人。刚才过去的这个小船就是怀卡托的游河，是不是特别像我们西安会有一些护城河的游船，尤其是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，所以其实全世界各地到哪儿都差不多。一进毛利的园区，这边有一个传统的一个毛利住宅，像不像我们云南或者贵州的那边的吊脚楼，底下一垛一垛的，它是可以养猪养鸡养鸭，然后上面是人住的地方。我记得以前在国内旅游的时候，好像有西双版纳，对，我有上过这种房子。它建筑的比较高，其实也是防止地上的那种潮湿的湿气上去侵蚀到这个人的身体。终于找到中国的园区了，还有日本、印度、意大利，走看看。哇，日本园区关闭，发现了一个日本的叫做浦和植物园送过来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顶还是座钟啊？这条长长的径后面有一个座位，特别像是要登机了。这里面特别像一个迷宫，走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我们的中国园区，走吧。现在走到了我们中国自己的园区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国内送过来的摆件。过了小桥是一片竹林，成都有一条路它就是这样子的，一片都是竹子，好像就是在锦里那个地方。我后面的这个神龟它叫圆，它是上面一个圆底下一个龟，是当年无锡跟哈尔滨他们建立这个相互友好合作关系的时候，无锡由无锡送给哈尔滨的。但是现在这个太湖神圆为什么在这里啊？旁边的这个板子上并没有明确的标注。是当年无锡市跟汉密尔顿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时候，由无锡送给汉密尔顿的。相传当年他是在民间有帮助百姓脱离苦海，就是救火神龟神圆。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印度园子， very very beautiful， 全都是白色的，特别圣洁。